想请问一下王小姐，我知道你今年三月份有到北海道去是什么？拍戏，我拍戏，拍我爱你，爱你爱我。他现在是在民视上演吗？是，对。那你到北海道去，你对北海道的感觉怎样？很梦幻，梦幻，然后感觉很幸福，很幸福哦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就感觉很浪漫啊，因为你在一片，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冬天，对，然后就是一片雪景，就是好像在看韩剧，好像在看日剧，然后你就是不知道，你就会沉浸在那个很幸福当中，而且那边怎么拍怎么美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会出那边的写真集吗？有机会的话，真的，我们非常的期待，谢谢。我也很期待。那你去那边北海道，有看到什么风景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？风景哦，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嘛，所以它一路上都是雪景，然后也有就是有可能晴天的雪景，然后有遇到暴风雪的雪景。暴风雪，那你们非常冷，非常冷。我看你这么瘦，你一定要穿很多件。就是我每一次看到，就是我在北海道的那些照片啊、场景啊，我都还可以感觉到当初在那边的很冻的那种感觉，还是有很深刻的印象哈。非常，北海道事实上给人家就是一种很幸福而且很浪漫的一种感觉。那你去那边吃了什么？哇，很多。因为我们先问一下，你有胖吗？没胖回来。没有，那你吃不够啦。我吃很够，可是因为很冷，所以就是也会消耗很多热量，尤其拍戏很累，对，所以是必须要吃多的。那你去那边有吃到什么让你觉得哇，真的是太赞太棒的一个美食？因为我们住在那个度假村里面嘛，然后就是有给我们那个券，所以我就是几乎每天收工都可以去吃海鲜，吃海鲜。非常新鲜，我每天都吃帝王蟹。那你回饭店的时候啊，你会就这样睡觉吗？还是会有一些什么？会泡一下澡，然后泡澡，抬腿，然后抬腿。我看这腿不用抬也那么细啊。然后会带一些什么东西，再吃个宵夜之类的吗？你有吃宵夜的习惯吗？有有。然后就是会去那个超市，因为我很怕会渴死，就是，然后我本身就是除了饮料啊、茶，然后我就很爱喝啤酒。真的，札幌ビール毎晩飲んでますよ、鈴木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哇，他日文也很棒哎，妈妈有在学习吗？少し。真的哇，日本語も上手ですね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刚刚有就是有吉田先生帮我们介绍了一下，就是这次有一个那个我们北海道 Likers 要按赞的这个粉丝的这个活动。对，那因为您是我们的这一个宣传亲善大使，可以麻烦你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就希望这次粉丝呢，就是可以很踊跃的来参加投稿的活动，然后就有机会可以跟我们那个旅游达人。吉田浩一一起去体验北海道之旅，因为我光看这个，我自己也非常想要去投稿。你也是粉丝之一吗？我是啊，因为我很想再去体验一次北海道，因为那边真的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颜色。是，然后我现在只去过白色嘛，所以我很想要有紫色的，薰衣草、枫叶、红色，就是。希望就是我每一个季节都可以去玩一下。真的哈，吉田さん、今は北海道ライクルスのファン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、もうこれからグッいいねと毎日押します。吉田さんと一緒に北海道行きたいです。非常乐意。OK， 那希望到时候真的可以成型，帅哥美女拍起来的照片一定是非常的漂亮哈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再来还有一个 ITF 上面，对，如果说我们有按赞的话，在 ITF 上面有些活动，可以对帮我们说明一下。就是之后 ITF 那个旅展啊，然后也会有很多奖品在那边等着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按赞。然后之后也会有更多北海道 Likes 粉丝团的相关活动跟讯息会给大家这样子。好，那非常谢谢你。